睇波夹 band 浸泽曲字 All in One 娱乐屋。今日带大家参观愉景湾3100平方尺嘅复式单位，了解屋主嘅生活品味。先讲下上层嘅户外花园，设有两张户外 day pad 之余，仲有大型投射屏幕，方便屋主同朋友边睇足球赛事边把酒谈欢。呢度仲可以望到过去迪士尼噶。另一边系大型按摩池，好写意噶，完全体会到屋主好识得享受生活啊！主人房以灰色为主，空间所限，同样以投射屏幕代替电视机。为咗增加空间感，陶瓷以玻璃打造。呢幅玻璃原身系一整幅镜，后嚟捽走咗镜背面嘅部分镀银，只系剩低洗手盆上方嘅部分做镜面。镜同埋玻璃连成一线，视觉上更加宽阔啦。经呢一条冇扶手嘅木楼梯往下层，楼梯咧睇落嚟系扶咁稳稳阵噶。咁其实呢一块块咧，其实系焊死咗，所以应该都稳阵。下层有呢间 game room， 有套鼓，又有 projector screen。点解会整呢个 game room 嘅咧？因为其实我两个小朋友咧都中意玩 band 嘅，一个打鼓，一个弹吉他咁样，所以佢哋好多时咧都差唔多翻嚟夹 band 咯。咁有时又喺度玩 game 啊，睇电影。